别乱擦痔疮药，心肌梗塞找上你。我不知道有一个阿伯，他也是这样子，他是一天用一条药膏，他都用到一条了。那我们因为是血管鼓起来，所以你的痔疮药膏是要让血管收缩。那这个阿伯就是因为用了过多之后，出现了假性心肌梗塞，送到医院了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东森超市33频道。